来，吴磊跟大家打个招呼。哎，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吴磊啊，然后非常开心来到新东方。你好像是跟那个我们今天要马上要看到的医学生，你跟他们是一届的，对不对？我好像比他们还是要晚个几届。年龄和他们比，你是不是小一些？小一些。哦，他们医学院八年吧？八年那是最短的。拿到博士学位有八年一贯制，但是绝大部分是要11年到12年拿到博士，至少5年本科，3年硕士，3年博士。好像得再把我大学念三遍，我得把大学念三遍。上班要面对职场，你有没有过担心啊或者焦虑？这也是我来这个节目的一个原因之一吧，因为从小在剧组，但就没有怎么真的在职场里面待过，职场的环境和氛围到底是怎么样，而且又是医学生，我觉得是很值得大家去观察的，值得大家去了解的一个群体。而且万一以后我有机会去演一个白衣天使，我也可以就当观察生活了。你现在这个岁数马上就演大夫的话，略显年轻一点，我可以提前做准备嘛，我可连上8季历年心动的 offer 正好呢就到30而已了，预测了后面5季都是医学。大家有没有对医生这个职业有一种有没有什么样的社会刻板印象呢？我小时候一想到医生，我想的是他们是一群万能的人，就是我自己的既定印象就是他们所有问题所有的病都可以治好。那后面你发现大家好像都忘记了医生也都是普通人，所以就是很多时候我会觉得可能大家太神化了这个职业。这一季 offer 去看一下医生他们该是什么样的一个落差。对，有这么一句话，在科技不发达的过去，人们错把巫术当成医学，但是在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，人们错把医学当成巫术。其实是有这样一个问题的。医生和医院我们真的认识和真的了解吗？目前看来哈，好像未见得，因为不够了解而发生了一些误解。我想说这个节目也能够让大众对这个群体有多一些了解。是，那现在讲一下我们的规则。因为公立医院的特殊性，本季不会直接发入职 offer， 而是获得医院最终面试资格的 offer。 医院将会提供2个 offer 的名额，加油团在本季10期节目中成功点亮7盏那个小草灯，将会为医学生增加一个 offer 名额。所以我们加油团的还是很重要的。之前是直接就发 offer 可以工作，现在是提供面试机会。陶勇老师，能不能稍微给我们普及一下医院的招聘这个流程？大家觉得医生就是毕业之后好不好找工作？不好找吗？医学博士要想在3甲医院留下来其实挺难的。所以博士都未必有机会进到3甲医院，3甲医院有什么要求呢？要过4道关。就是首先第一道啊，就是初筛简历。那就像我们朝阳医院眼科每一年大概报的名额会有70多个人。第二道关简历的复筛，70个人里头只取10%，就剩7个人，这7个人我们准备面试，90%参加不了面试的。对，第三道就是面试。那在这个过程中呢，其实就看你的各种的反应能力、沟通能力、表达能力。如果说这个人打比方科研经历很好，但是不爱说话，那也不行。还有最后第四关，笔试和心理测试。心理测试，我们要让他测一些心理题和能不能承受医疗的高压能力。所以70多个人，只要一个。这次医学生实习，他们实践的那个地点是位于杭州的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，拍摄是在医院指导下，严格遵属防疫和院感各项规定下进行的。那么医学生们会在这里怎样开始他们的求学之旅？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，简称浙大二院，创建于1869年，是浙江省西医发源地，全国首批3级甲等医院，首批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单位，浙江省连续2年全国3级公立医院国考全国前10，自然指数全球百强，全国4强，是 G20 杭州峰会医疗保障定点单位及驻点单位，众多海外医师首选的中国培训基地之一。
你这个 CC 是主诉，不是这么一个简单的过程，你不要拿出去给人家笑话，千万不要搞错张冠李戴的。下面病是什么，这个没有关联的，你这个已经是先斩后奏了，感觉很凶哎。啊，糖尿病有很多种，那么这种叫什么呢，叫做 pancreatic genetic diabetes，它是一个比较典型的 diabetic lesion。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评判它的全身状况。你放心，我呢会给你弄好的啊，你放心。可可爱爱的林妹妹，我差不多一圈看完了。哎呀，董哥哥你到时候带他们吃个饭。好的好的，他很亲切。你们两个住这里啊，好不好？香烟，你要是再抽，我下次还会给你再放指甲。你倒是带给他。办公室医疗区域严禁吃零食，你被护士长抓到没有？买奶茶，你就偷偷摸摸塞给他。八位医学生要通过三位主任医师的面试，才能加入实践学习。感觉都很严肃。这个都因为特别严格。老师你好，这是我的简历。我叫谢旭超。I am a PhD student in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。即将加入浙江大学学科博士后流动站，开始三年的科研训练。我在肝胆胰外科的知识掌握可能是所有外科中掌握最好的。是面试下来唯一有专利的一个学生。正好没有这方面的东西，就顺便申请了一个。形体上是很合适当外科医生。It's a long finger. It's good. 对，但这个就是天赋。Ambitious and persistent.我的家庭世代行医，我觉得我特别能够吃苦，可以把最辛苦最难的部分交给我。其实我也想通过这次实习来证明给大家看，我们这样学校毕业的学生也会一样努力，也会成为一名好医生。最小的就代表着我是最年轻的，我是最有活力，我是最有冲劲去做一些别人不敢做的事情的一个人。我觉得就是我想去做的事情，我一定把它做成，尽全力把它做好。古人云，不为良相，当为良医。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有深度、有温度、有态度的医生。